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蚩尤青岛。今天小编在青岛郊区的一处省道旁看到有车辆在卖海蛎子。四块钱五斤，你吃着吧，那个白皮挂着呢，我弄你吃着不？市场上的海蛎子每斤在5块到8块钱之间，这次小编买到的这些海蛎子每斤售价仅为2块，而且个头还挺大的。这些海蛎子肥不肥呢？小编把这些海蛎子拿回家洗了洗，就决定用锅蒸一下，可没想到一锅根本蒸不了，就用2个锅来蒸。水开之后大约蒸了5分钟左右，小编掀开锅盖，一阵浓烈的鲜味扑鼻而来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15块钱的7斤半的海蛎子，满满的一大盘，看着是不是很过瘾呢？哦，这个肥了哎！看，这么点儿都这么肥，真甜，水分很足，哎呦，看，哎呦，太大了，太肥啊，很咸，真甜真甜。看着了啊，哟 ，OK， 哎呀，还肥哈，又肥又咸，趁要不吃冬天。哎呦。